边屋吧。哎，你的那个跟我的一样。什么东西？你的摄像机跟我的一样。怎么像受罪一样的？我是。就是。啊。因为你老拍我，小心后面摔跤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后面有人。边走。往那边走。他老是拍我，我真的会觉得很尴尬的。看嘛，有点精神啊，怎么无精打采的？啊，都不像你。可是你这样拍我干嘛？你那么大劲儿来。是没有用，但对我来说就比较有用。为什么？我可以看你啊，但是那个拍那个是好看的。又给我偷拍了好多，讨厌死了！其实这些楼很有特色。对啊。你得说话。说什么呀？